Hello Tracy， 无论你攞唔到冠军已经唔重要啦，因为你经过咗呢两个月嘅专业训练，一定收获满满。你得到咗你嘅朋友、屋企人同埋电视机前面嘅观众嘅支持。去塞班外景嘅时候，原来我系即系有一个画者呢一个名嘅包袱啦，令到我好大压力。即系师姐嘅提点之后，我就觉得原来。即係做一個真我同埋勇於表達自己嘅香港小姐先係最重要嘅。2024香港小姐競選決賽，9月15號星期日晚8點，翡翠台。